停止加油。东风十七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陆基中程导弹，这种类型啊，在全世界它也是唯一的，它几乎不能被拦截，能够贯穿航母甲板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展示这种导弹，正逢佩洛西开始亚洲之行的时候，美国啊还在中国周边调动航母，那么咱们的这种警告意味啊，应该全世界都能看懂。我们呢先来看看画面，它显示的是一枚陆基的导弹发射的场景。虽然不是很清晰，但是呢我们仔细看啊，从导弹的头部可以看到啊，它不是东风21、东风26那种对称性的圆锥形的弹头，而是一个非对称性的弹头，专业上呢叫非旋整体弹头或者非圆截面弹头，而且啊还有东风17那种特有的翼面。从这一点来看呢，很可能就是咱们的东风17高超声速导弹，特别是它的滑翔弹头啊，采用了成波体或者说是升力体的设计，比美俄的圆锥形的滑翔体啊更为先进。这体现在它的滑翔的时候呢，升阻比啊、滑翔比都比较高。这种设计使它进行大范围的横向、纵向机动，同时阻力小，航程还远。从东风17的体型大小和技术原理来看呢，它的射程应该不低于2000公里，它的最大特点是基本上很难拦截，这特点是美国人都承认的，因为它是高超声速导弹，它和弹道导弹的不同之处，首先是飞行高度低，对方不好发现，很难进行快速的探测预警，其次呢，它的轨迹比较灵活，飞行的轨迹不像弹道导弹那样呆板，可以说基本上无法进行拦截。好觉呢，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